让你进入，就从头看到尾，我们简单的抓一下。我们都想着睡觉下的尿尿，开学第一天怎么能不知道都上课睡觉下的尿尿。开开了，你就抓一下，好。OK，我们就放。那其实也没什么，你大概都知道。嗯，对。但是有精神，先唱嘛。先唱好吧。对，你唱不唱出来都没有关系，但嘴巴一定要动，重点是要对准。你想，你的衣服真的已经被网友说你荷叶边了，一定要尽量侧一点，就是因为他会抓，他要。那我要开始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哎，丹普。好，准备哦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营养午餐真难吃，吃了便当，是行动力上。毫无生机，你要午餐炸鸡，只要窒息，只要窒息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因为他的气质真，对于别人比不上。来到体育场，他真是顶真，那空气不香。来到人生第五场，在面前别太张扬，很叛逆，全靠关系。我的权利，我的权利，新的天地，对不良制度的反击，对开学典礼掀起战役，丢出暗器，开始反击，扣下扳机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开学第一天。首先得先做人，在言语挤压之下，知道把你击垮，要不要我把你追究细事？千万别嫉妒，墙头草两边倒，我看你也没得好，周围依然无人少。墙头草两边倒，我看你也没得好，周围依然无人少。一再一再批评，毫无心情暂停暂停，所谓的球场分配，都是在这里分类。下巴做事逍遥法外，快不快？除了一张嘴，他不会做事。我们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都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？开学第一天，怎么能不知道？虚伪不老实人，是尿裤子的诗人，你是在用文在诗人，你的思想的真理。要把课本珍惜，炫耀钱包是真理。阿弥陀佛，考试越有意思。好，你的那个上下课尿尿，来，那个动作是一致的吗？我说就是你想的在里面，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，这个目是一致的吗？基本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。他的记忆点，那我觉得等一下可能同学也可以全部一起来一个这个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。哎，等等，你不要一直逗脸帽子。然后慢跑放松，对。好，那刚刚那个 OK 啦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再像刚刚录音是一样，就像玩一样，你要很嗨。上课睡觉，下课尿尿。对，要嗨起来，可以跳，可以跑来跑去啊。直接盯着那个荧幕。你是最帅的，在镜头前面，所以你要最嗨的状态，像发疯一样都可以。对，这一个吗？动作可以啊，就是你要换宽的吗？大一点都没关系，反正这个这两个阿金会帮你抓画面。但是眼睛张大一点，看起来超没精神的。对，要嗨哦，要嗨哦，要嗨一点，嗨一点。不对，要起。对，因为他主要那边那颗已经会抓到，所以你要抓。那个安哥叔叔，我可以听一下最后那个空拍吗？好，爸爸上次说往后拉的。真有啊，